脸蛋特写，一加一等于两个眼睛。单眼皮，有没有？对，他的眼睛好恐怖哦。然后可爱哦，他这里勾上，因为他嘴巴是这样子的。然后说勾上去呢，这样就代表微笑，微笑就等于高兴。有没有？哎，很可爱哦。啊，相反的另外一边呢？不高兴。还有画虚线有没有？然后这边画个拱线，做过去用。然后他的鼻子很好笑，他鼻子还有渐层呢，红黄红橘黄黄。哎，我哪红？一个鼻子背后伴随两个鼻子。那如果是红鼻子就代表什么？着凉。为什么？干。去干。去干嘛？安逛的，然后呢，一加一等于两个眼睛，对，在哪？直发，然后呢，卷发，有时候是直发，有时候是卷发。这边心智图，它的优点还有，它有逻辑性。我们刚刚是不是说有那个波浪？对。那个是有关联的。等质量的纯基。然后我们刚刚是不是说要跟它挤出来的那个做比较？所以你看哦，我又要画什么线了？要画什么线？连接线。啊？连接线跟谁连接？是那个色块。跟谁连接？你猜我要画到哪里？对，黄花。答对了。我画的黄金的金块，然后亮晶晶的，好不好？不是一定要用黄色的。不一定，你喜欢什么颜色跟我不一定一样。好，那我这边插图就好多个颜色，对不对？好，我想到了数学家，我这里要来画个，对啊，怎么跟我一样，我也是想到加减乘除。我画完了，这里啊。数学家加减乘除，代表数学很厉害。啊，科学家嘞，有人会不会画那个实验的烧杯？写烧杯。老师为什么不要写烧杯？因为我还没画哦。好，灵感。注意你的字的方向哦，有左而右哦，都在线的上面哦。好，他是在洗澡的时候。哎，为什么他觉得坐进浴缸这四个字很重要？因为他是坐进浴缸里面才想到的。对，聪明，坐进浴缸水满出来才想到的。好，对。第一个印象怎样？版面舒不舒服？舒服。只是旁边有太多空白。只是旁边有太多空白。对。所以它可以怎么改进？画图上大一点。字大一点。再把它再往大一点，大一点，大一点，大一点。可是优点呢？清不清楚？清楚。干不干净？干净。看起来舒不舒服？舒服。我的小米呢？我为什么换细的笔？我要不要拿我刚才粗的那个彩色？这是我的大拇指。为什么不要？你的铅笔只是要做一个记号，要让它有点清楚，又不要太清楚。